比尔成 NBA 历史第十位获得交易否决权的球星，被誉为免死金牌的交易否决权到底是什么？众所周知，今年休赛期奇才和比尔完成签约，合同金额高达5年2.51亿美金，新合同将持续到2027年，届时37岁的比尔将拿到超过5000万美金一年的薪水。而除此之外，据 NBA 薪资专家马克思爆料，比尔在这次签约中还获得了号称 NBA 免死金牌的交易否决权。此前 NBA 仅出现9位拥有交易否决权的情况，他们分别是詹姆斯、加内特、安东尼、诺维斯基、科比、韦德、邓肯、大卫·罗宾逊、斯托克顿。因此比尔成为 NBA 第10位获得该条款的球星。根据 NBA 劳资合同规定，如果一名球星球龄达到8年，而且已经为一支球队效力满4个赛季，那么在商讨下一份续约合同时，便可以在新合同中加入交易否决权的选项。而交易否决权顾名思义，那就是只要在合同期间，当母队达成一笔交易，但是他不愿意离开时，可以使用交易否决权将这笔交易直接取消。更霸道的是，如果这名球员同意被交易到其他球队，那么他的交易权将会继续享有，新球队也无权将他随意交易。因此交易否决权也被称为 NBA 的免死金牌，可以说只有超级巨星才有的待遇。